真的很重视传承。那在上午呢，我们有这个祭鲁班公祭之后呢，那就一系列的活动，总共是四天的活动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整个活动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我们能够为苗栗、台湾我们整个这样木雕工艺也尽一份心力。请启动。正式启动。来到三义哈，就按着曼城的脚步哈，我们把步伐放慢一点哈。不管是来这个 long stay， 还是来这个慢慢的度假哈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恰当。那当然，这个四天的这个三义木雕节的活动，等于是三义非常重要的这个活动之一。当然，我们希望能够这个让台湾的所有乡亲好朋友对木雕有兴趣的，这个尽量这个来三义走走看看。掌声鼓励即将完成。哇，我们庆祝活动圆满成功。我们的木雕艺术，我们的在三义可以说是最传统的产业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产业。来自全国的艺术家，全部的木雕产业都集中在我们三义，所以把我们的三义的观光产业的饼可以做大。只要讲到木雕，在东南亚，在世界，大家都想到要到三义的。我们也很高兴，其实木雕跟三义它就是个观光品牌哦。那三义就是木雕的这个，大家看想到木雕应该就会到三义来。那这一块的品牌建制，我觉得这是要靠很长久，而且要很用心的一个推动。来，我们比个赞哦，重赏鼓励。好，非常的厉害哦，以及我们的锦旗一面哦，恭喜我们的三义水美商圈。好，一起看向前方，比个赞哦。恭喜我们的双潭社区运动舞蹈班，我们一起看向前方，比个赞哦！恭喜圣心亲子肚皮舞伴，奖金5000元哦！哇，比刚刚的呢有再多一点哦！恭喜，好，帮我们的双湖社区运动。